今天我起了个走，嘿嘿，这走在海边，哇，发现了这么一个东西啊！我的天哪，好有劲儿！我去，哇，我去，你看这大吸盘，哇塞，你看这大头，哇，这是，哎呀，来的早儿有十尺啊！呵呵，看着没？哇，好大！你看这吸盘，哇，这个最起码得有七八两了吧？它趴在这静静的啊，我差一点踩过去还没看着呢。嘿嘿，赶紧给它收走，带回家起锅烧油。我的天哪，呵呵，你看它游的速度是属实的那么快啊！赶紧给它收走。哇，这水，我的天啊，撒尿了，哇哇，你再撒一下，不跟他闹了啊，收。走在海边像这样水的，你一定要给他扒开啊，用我的小手指给他扒开，你看，哇塞，开始动了，哇，看着没，就这种事啊，哇，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，下方评论出来，我就不告诉大家了，哇，这个好啊，看挺大一个，像不像猫鲁啊，嘿嘿，又来个好东西，嘿嘿，你一碰它，哇，它还直接缩掉了啊，是一个小毛憨子啊，这个特别好吃啊，看这个不是太大啊，但是也还可以，回家给它炒个辣椒，嘿嘿，在这边又发现一个小可爱正在握沙呢啊，看，哇，它握得还津津有味啊，走吧，我的大夹子来，你就别握了，哇，哈哈，这是一只老虎蟹啊，哇塞，看它小个头还不小呢，看，这两个大眼睛是不是特别好看，嘿，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没见过啊，这个在我们海边叫老虎蟹啊，也叫鬼头蟹，嘿，来给它收。